金色、银色、彩虹色、天空、爱好。什么是金色的？奖牌是金色的。什么是银色的？苹果电脑是银色的。什么是蓝色的？天空是蓝色的。什么是彩虹色的？彩虹棒冰是彩虹色的。我的爱好是玩乐高玩具。老师有的电脑。小鸟在上飞。我的是去图书馆看书。谁有的头发？什么是金色的？奖牌是金色的。奖牌。什么是银色的？苹果电脑是银色的。什么是蓝色的？天空是蓝色的。什么是彩虹色的？彩虹棒冰是彩虹色的。我的爱好是玩乐高玩具。嫦娥的故事。中秋节的晚上，明明全家坐在院子里看月亮、吃月饼。奶奶说了一个中秋节的神话故事。很久以前，有一年，天上出现10个太阳。太阳把花草树木晒死了，人们饿得活不下去了。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后羿，他的力气很大，他站在高山上，拉开大弓，射掉了9个太阳。最后天上只剩下一个太阳。天气正常了，人们很高兴，就推后羿做国王。中秋节的晚上，明明全家坐在哪里看月亮？故事里说，很久以前，天上有几个太阳？三，后羿射掉了几个太阳？为什么后羿要射掉9个太阳？